鞠俊祎和大 S 闪婚之后，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夫妻俩的放闪日常。之前鞠俊祎上刘在熙的节目，公开甜蜜的结婚照和亲亲照，已经让网友暴动，笑说真的是最美好的画面。而国民姐夫16号到高雄表演 DJ 秀，也不忘放一首是老婆英文名字的歌，隔空向大 S 示爱，各种浪漫行径完全是要甜死人。不过一闪还有一闪闪，一闪一闪亮晶晶。18号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7月5号当晚在台北东区街头直击到这对新婚夫妻，大 S 穿着细肩带小背心，露出背后的翅膀刺青，而鞠俊祎则是穿了薄外套和短裤。等红灯的时候，大 S 和鞠俊祎不只要十指紧扣，甚至还示范了什么叫做人体麻花卷，又抱又牵，完全是一秒也分不开，看起来是要把错过的20年狠狠爱回来。果然只要有 GS 夫妻的地方，眼前就是满满的恩爱哦。